有点遗憾，自己会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我也是你拼尽全力想要去争夺奖牌或者是这更高，但是没有，也知道这已经是目前我最好的实力了。你知道你妈妈说你回去以后给你炒什么菜吗？回去什么？回去给你做什么家乡菜吃吗？她说要给你做番茄炒蛋和老鸭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没有，很坚强是吗？今天非常好，很坚强。